大家好，我是 Peter，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 Peter 每个字陪你转，我们今天带大家看市场上最火爆的项目啊，无聊猴发地一些新闻出来。那我们看一下到底发生什么事，以及无聊猴这个 Bitcoin 的币价达到我们昨天晚上讲的突破之后，现在有回档，我们来看看吧。首先，请到我是 Twitter 大家推的中央，在 Discord，然后在 YouTube，我们 Twitter 来抽出这个 Alpha Pass 我们 Pit Friends 白名单呢、啊。我们刚刚把这个放在我们这边 Low Tweet，对，就是 Pit Friends Whitelist Spot 白名单。好，如果 Entry，我们这边 Entry 这边有181个 Entry 哦，我们这 Continue。哎，等一下，我这边应该是要抽几个 Back，这里应该抽几，抽10个好了。Continue。我们漏了181个，大家看这里漏181个。Continue。这边 draw begin 啊，我们这边 draw 吧，181个，10个 winner，OK，draw begin。我们这边 not to show reject 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哦，OK，我们现在有十个朋友哦，就是 Victoria、Chris Chu。Maxi Andy、舒芙蕾、PJJ、Hank、Kinder、锦鲤、Luna、David 78110、罗品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请这位十个朋友来我们的 Discord 开单。开单完之后，那我们这边就会再给大家安排 Alpha Pass 的白名单。那另外的话，我待会儿我自己手动再去挑一些朋友，我留言留得不错，或者跟我们分享很多朋友。这个很多伙伴，这些朋友们，我再多给大家几个白名单，给大家加码。另外，所有的 YouTube 跟意见，不是财务分析，也不是财务建议，我不是财务顾问，最好自己就控制好风险。我们大家看一下市场上的一个量啊，昨天1亿3千万啊，其实还可以。你看，这4月25号，我们跟大家讲说，4月15号这边一定要在1亿3千万以上啊，这个地方一直持续在高位的话，那我们这一波有机会一个牛市出现。我今天一看到这个东西，我就觉得哦，OK，应该是无聊猴帝的。这个信息出来了，你看 Moonbirds 回到了29，那 MLC 还是一样的高位39，然后再是 BAYC 回来在11，然后反而是 OK 量稍微无聊猴量是在高位盘整啊，但是这个价格没什么跌，刚昨天应该是139、140左右吧。那 Azuki 我跟大家讲说 Azuki 跟独楼这两个东西，你看啊 Azuki 之前22。Azuki 22到25之间，这边 Azuki 大家都回来买了。我跟大家讲说，如果我有钱的话，额外的钱我就直接去买 Azuki 跟 Dodo。当然，无聊这个是一定要参与的之外，Mibips 看似今天的新闻跟 Mibips 没什么关系啊，跟 Tods 也没什么关系。Mibips 跟 Tods 稍微就是毁了。之前的新闻是 Mibips 跟 Tods 会有榜单，然后 RK Lane 这边涨上来啊，现在是0.79啊，还可以啊。然后还哎 Hate Primes 涨了55%哦。哎，Prime，我觉得这边受到市场的追捧，那这 Cyber Broker 也回到3%，甚至 Cool Cat 这边都没有啊，Cool Cat 这里都没有特别的新闻啊，开 Juking 是持续涨，那还有我们的羊驼，好多朋友的羊驼啊，这羊驼还有一些反应呢。我们来到 Other Side 的 Discord，Other Side 昨天的 Instagram 被 hack 之后，他有另外一个好多人讲说，哎呀，叫他去 meet，但其实叫这边他特别这边昨天晚上。跟大家讲说，我们的 Discord 被害了，就 BAYC Instagram 啊，不是 Discord，BAYC Instagram 被害，叫大家不要去 mint。如果你这边点进来，你可以看到什么？Other Side 这边有另外一个 Other Side 有另外一个网站，你直接看到 Other Side 这边，你可以看到 Other Side，哎，他昨天晚上6个小时之前发了一个新闻啊，就是 Other Side Ledger Begin 4月30号晚上11点美东时间，Only on Other Side .ex。就 XYZ 的 KYC 就是 something breathing that XYZ participant inside this meet. So those who only KYC can，你觉得 KYC 的人可以参加？这个就是像我们之前看合约里面就长这样子。然后 again only trust information posted first，就是只有这个地方是可以相信的信息啊。Don't reply the clip，就不要大家不要去回应任何这些信息啊，不管是 tag 啊、DM 什么、email 是全部都假的，都假的，都假的。他跟你讲说这些通通都假的，那他几个部分呢？哎，你看，nothing will be announced，no one involved other side
对，只能从这个 other side 打 X Y Z。他跟大家讲，我们这边必须要透过 B A Y C，然后 Yoga Lab，甚至 Animoga，这才是真正重要的啊！除了这些之外，其他的都不是真的，都不是真的啊！大家来看这个新闻，other side venture begin 03，就是4月30号美东时间12点，那应该就是我们像北京、香港、台北的5月1号早上啊。那只有这个地方 other side，那这个地方你必须要做 KYC 啊。有几个，第一个，the main will be exclusive in AppCoin，就只有 AppCoin 可以 mint，就跟我们故意是一样的。因为 need to some ETH for the gas，你必须要有以太当成 gas fee 替费啊。那两个东西都要在同一个 wallet，这个 wallet 必须要 KYC 这个 wallet。然后 main will be Dutch auction，这是荷兰式拍卖，然后价格会逐渐的递减，透过时间的流逝逐渐递减。那他晚一点会告诉你荷兰拍卖的这个价格，晚一点 later this week 这个周啊，晚一点这周。Only those who are KYC approved to mint the adoption，就只有这些是通过 KYC 的人可以去 mint。然后 BYC MYC holder you must be claim the NFT for 21 days after auction，就是这个拍卖之后21天之后呢，21天之后就可以去 claim 去拿这个五料猴跟变种猴这两个，它会空投啊。21天之后，它要空投给你，但是你不需要做 KYC，因为你已经有五料猴了。And no need, and before anyone asks, like whatever Apcoin earn，哦，之前大家也一直有这个问题，就是说我有这么多 Apcoin 在这个里面之后，那我能干嘛？那五料猴他们的阵营，他们的团队讲过，Apcoin 进来之后，他怎么把 Apcoin 锁起来？那这 Apcoin 甚至没有办法当成是 Voting 用的。甚至是 Apcoin 大佬也不能碰的啊，这个东西会锁起来一年，这笔钱不会动的，一年不会动。然后 the Apcoin the morning of April 30，那就是在4月30号的早上，那必须你要 approve 这 KYC，那在这个地方才有办法 mint 啊。那如果你是 BAYC MAYC 的 hold 的话，你根本就不需要这个 wallet 去 approve 就可以去 claim。但是只有 only to mint during the auction。但如果你是要去 auction 的话，你就是只能在这个时候只能去 mint 而已啊。You don't have to prove early. You need to prove your all after launch. OK，就是你并不需要事先注册，你事后再注册也可以啊。But doing a few hours early will be save your time gas fee。他建议你比较早做这个事情比较好，可以 save 一些 gas fee。这就是 BYC MYC 里面的人。那 safety tips。他讲说，这个东西所有的安全考量，必须只能在五条猴，然后 Yoga Lab，还有 Animoca 这三个地方的 Twitter 才是真正的。那如果是 Discord 的话，就只有 BYC Discord 跟 Other Side Discord 里面新闻才是真正的。那 only announce the close post anywhere else，他们说他不会有其他的地方的公布啊，就只有在我们刚刚讲这几个地方啊，五条猴的 Twitter、Yoga Lab Twitter 跟 Animoca Twitter 就在这个地方。那 mint 只有 Other Side XYZ，只有这个，没有其他地方。那 don't reply 就叫大家不要回应任何这个 tag DM 啊 email 什么，全部都假，全部都假，全部都假，跟大家讲我全部都假的，他们绝对不会去跟你们直接联络。Again, the trust information post here first, more coming soon。它只有唯一一个就 other side 这个 meta，那只有在这个地方是大家可以相信的信息啊，其他信息都假。那我们看一下 Bull Apps 这边也是啊，Bull Apps 讲，哎，就是 other side 这边它转发。7个小时之前，他转发啊，不会一样的讲一样信息啊，这刚跟我们刚刚念是一样内容。Yoga Lab 也是啊，Yoga Lab 讲这里，Project Including Bored Mibish Punks。Yoga Lab 也是转发 The Other Side 啊，你看他转发 Other Side，所以内容是一样的。我们刚刚就直接念 Other Side，大家知道了。我们来看一下，昨天晚上后来，7个小时，现在是下午4月20号下午2点半啊。那刚才7个小时之前当然是凌晨嘛，嗯。7个小时，5点哦，7点钟哦，所以是7点钟，早上7点多钟的时候早上7点多钟的时候发布这个消息啊，那这个消息之后，整个 App Big 的话直接涨到20吧，16.9，19.6，那现在大概在回档一个状况。我们看一下4小时图，4小时图这边蛮明显的，之前跟大家讲，昨天晚上11点钟我们 Twitter Space 讲 Twitter Space 之前，我跟他讲说这个地方即将就要突破了啊，我们那时候说最后。一个上车位置其实在16，在昨天下午2点钟，十二点到四点钟，12点钟这根 bar 其实就已经
见证了我们讲说最低点当然是 16.2 到点4之间，大家如果有机会这个上都 OK 啊，这边16你到这边20其实都赚了 20% 以上啊，短时间之内几个小时赚 20% 啊，可以啊。我们看两个小时图，如果这边看两个小时图，在这个地方暂时回档啊，它这个地方一定是会回到这个16，如果你看这里啊，我如果看这个两个小时，它其实是 16.69，甚至如果你看一个小时图，我觉得它这上去的话，我跟大家讲过这上去回都会回的、啊、这不会直接一直往上走，我估计回到18吧，现在是 18.2， 这根123这边应该是回到18左右吧，甚至 17.5 到18之间回档之后再持续下一个往上走。如果看30分钟图，30分钟图也是一样，我们之前画这根我是跟大家讲，我预计啊，预计这根是有可能到20，你看真的被我们讲到了。我们那天画这根，最早画这根图，我就预计可以到20啊。所以今天如果刚刚看 Binance 的话，其实已经到了我们之前预计的 19.61 了，跟我们画的图是一样的啊。这边一定是会回的，这边一定是会回的，大家千万不要去追啊！每次跟大家讲说，任何不管是炒币啊或干嘛，这东西就跟大家讲，就是要有耐心啊，这东西它一定是会回的。我之前跟大家讲，有机会啊，这不是我讲的啊，这很多行业里面讲，他们的目标价其实基本上是在25啊，他们觉得在命之前有机会到25啊，那这个地方基本上是18，所以跟大家讲，我们这边上来之后，这个地方其实是18哎，回档。我们昨天跟大家拍视频，在这个地方有机会，这个地方上车 OK 啊。下昨天下午，后来昨天晚上11点钟，我们这里快要突破的地方，我们11点钟快要突破的地方，我跟大家讲说，哎，这边快要突破，快要突破了。然后我们在 Twitter Space 特别讲说，哎 ，Twitter Space 里面，我们12点左右就讲，哎，快要突破了。哎，不是不是，应该是这里。我们昨天是在讲这里。现在是26号嘛，26号晚上11点钟。我们昨天 Twitter Space 的时候讲在这，这已经今天中午了。昨天是跟他讲说，这个时候讲完 Twitter Space， 基本上就蹦就直接往上走到18了。那这个时候我跟我们 Community 里面讲，不要追啊，他一定会回到18以下，在这边盘的第二次。所以大家如果你要去漏捡漏的话，有一次机会就是在昨天下午跟昨天晚上11点多，我就是我基本上我发完视频之后都有机会嘛。那这个地方。现在这个状况也是，这个状况也是价格往上走之后，千万不要去追啊！大家都知道这种东西是一定回的，我这个东西往上走会怎么样？我一定会回啊！回几次不知道，再往上走，所以它这个会来点这个18，点两三次吧。如果你看大家之前这个回的话，一定会来点之前的16嘛，点了一次、两次，点了三次，第四次没碰到16哦，点了三次之后，第四次基本上一碰到一下就往上走。所以我觉得这些都重要的、啊。刚刚大家分享一下市场上发生的事情，也就是无聊猴他们这个地发售的这些详细的内容，以及那就是时间点、啊、那如果大家觉得我视频带给你价值，关注、订阅、加入 Discord 啦，订阅、按头、按头、按头，把赞、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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